啊，怎么只有一小盘子？我当当看第二盘。啊，怎么是空的呀？妈的，你不知道这个盒子里面有好多细胞，怎么想都没有？东西都在这里呢，我还没改装呢。我们现在最下面一层放上各种颜色的琉璃珠。上面这里放入串珠配件，看每一款都特别的精致哦。这里再摆上各种的吊坠，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，哪个小朋友能拒绝呢？最后我们再放上发簪，还有两对发簪，这也太美太仙了吧。还有一对超美超仙的耳坠哟，里面有1000多件小配件呢。妈妈，我就迫不及待了。哇塞，为了这一套串珠礼盒你都穿上汉服了呀。那我们快点开始吧，好不好？里面有赠送咱们串珠线、串珠盘，还有碟子，还有一个小勺子，孩子可以自己 DIY 穿手链还有项链呢。穿好的每一条手链都很漂亮，还给小米宝穿了一条古风琉璃项链，看小米宝的手链还有项链，超漂亮的发簪，还有耳坠。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古风琉璃串珠大礼盒吗？